见。我会永远记得王子小学。我们想再读500年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快走吧。这帮崽子终于毕业了，施工队伍价值2,280,000,000的欢庆奖开始动工，把这些楼加盖100层，跑道全部镶钻，盖个中西南北餐厅，请小当家担当食堂主厨。校长，爱牛士的书包到。为什么一毕业学校就翻新？等着瞧好了，咱们中学也快翻新了。今年学校会翻新吗？啊，再等等。校长也该翻新了吧？马上了。校长，我都留级10年了，怎么还不翻新？快了，快了。说什么翻新都是骗人的。就是现在，施工队